都不用摆了，对，直接给我。你跟我们家那两只有像哦。啊，今天呢有机会来到我们东森宠物云的旗舰店，里面有动物医院、美容服务，还有环境教育的功能。这是我们的兽医，走走走。那我们医院的话，特别是我们有到府出诊的服务，想想跟大彩，如果需要出诊的话，我们医师也可以过去看看他。哦，这太好解了。对对对对，他们两个出门好麻烦哦。这边是我们的美容。哎呀，我刚才有看到你哎，你现在要在这里剪头发啊？那是万岁，万岁！哎呦，他好时髦啊，他是大总统哦，第一次见面。现在养这个是很流行的事情吗？就是最近在网络上很红的，就是电动车身，对，就是这个。我们非常感谢流浪猫保护协会，能够长期让我们的流浪猫有一个管道，可以让他们找到温暖的家。他们是政府的单位合作设计的认养小站的模式，让认养管道更方便。最重要的一个就是，我们一定要记得饲养不弃养，喜欢毛小孩就应该好好对待它。欢迎我们的年货大街。要过新年了，给他们买点东西的。像牛肝也可以补充一些像牛磺酸。我们是三只大狗，不论什么东西，一下就吞进去。有没有猫儿的背心？我们这一只白的，一只黑的。晚上睡觉让他们穿这个，它不会感冒。嗯，现在很流行就是猫咪肉饮，猫咪平常食欲不好或平常当零食都非常的好。我们两只猫咪食欲超好。这个是鸡腿，它用蒸煮的技术保留了所有的鸡肉的那个原汁原味。这个多买一点，这个对，这是最新的。过年的时候给他们，非常的好，十只350，而且还有350啊。对，还有那我们可以买十只。原来猫狗吃的东西有这么多啊？有很多。我们带这些回去就要让我们的狗儿们喜欢。今天我要做的是毛宝贝肌肉球。还有一位，红狗感觉很常下棋的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刀工非常好。这我们大概3分钟时间让它冷却，我看试吃看看，可能不准了，因为它太热了。他说不用摆了，对，直接给我，直接给我。评审委员进场，看他多久吃完。有，他好像把黄瓜挑到旁边去了。不要偏食，这个要吃完。好想他，你看他是现在还在老家的猫咪。各位朋友，大家恭喜，我是蔡英文，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。团结防疫，一起克服挑战。新的一年，我们继续同心协力守护台湾。祝福大家平安健康，扭转乾坤，新年快乐！把你那个男生可以不用扣，没关系。要展现他的肌肉，他漂配的，他漂配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。好，帮你站，身材最好。帮你站，身材最好。站，行，站。哦，这件好大件哦！哇，真的很合身。看你这么胖，居然还有衣服可以穿。那你的肚皮还好一点，因为它有腰身，所以说还有蛮 OK 的。标准身材，标准身材。毛乳，毛乳，可以吃。